这罐是推荐的，而且不只有他，很多艺人都推荐用这一罐，所以我今天来开箱买来用用看，是不是没有人知道什么？因为没有人买来用啊，所以不知道他这个商品长什么样子。哦、我真的知道要不要花很多钱买的。来，有没有很眼熟？就是这一罐76洗面乳，这个包装蛮有分量的，51%酵母精华，结合25%日本氨基酸。嗯，好、哦。那、啊、我现在刚好脸上有点油啊，那我们现在就来用看看。就是水的东西啊，就感觉没有什么厉害的嘛。哎，我收回刚刚我那句话，马上泡泡真的蛮多的，而且很细致，哎，还蛮舒服的，不会很刺激。我想不到怎么形容词，我先洗完再说好了。蛮干净的，我觉得没有那一种很紧绷的感觉。哎，我刚刚脸很油，你们刚刚有看到吧？现在很干净哎，而且我灯没有变啊，怎么感觉现在脸变比较亮，可圈可点的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但是我再洗个几天再跟大家讲心得好了。跟大家讲一下，我真的要收回我一个月前讲过的话。这段时间我使用下来啊，它真的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用很多哎。因为一开始觉得它应该没有多好用嘛，可是我接着使用下来啊 ，Oh my god！ 我已经把家里所有的洗面乳全部都换掉了。这罐洗完啊，脸很水润，而且真的很嫩。那洗完啊，皮肤就有变好的感觉。不好意思，我真的是误会大了，希望不会被出征。我跟你说啊，这罐真的可以买，钱给它砸下去。